We had a mini example of that today. I experienced something similar to that. 透过镜头带着观众翱翔天际，俯瞰美丽的大堡礁。阳光美女主持人郑雅文 Alana 在旅游节目中上山下海，用流利的英文主持，在第24届亚洲电视大奖一举拿下最佳娱乐节目主持人奖。We're having a sleepover under the stars and along the Great Barrier Reef.外形靓丽的 Alana 一出生，双耳有重度听损，听力几乎是零。但在经过手术以及常年的口语训练下，成为旅游节目主持人。继去年入围金钟奖，这次更获得亚洲电视大奖的肯定。节目团队在澳洲拍摄长达2个月，走访了当地各个美丽景点，完整记录澳洲生态以及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智慧。而近来澳洲野火燃烧不断，也希望透过节目提醒观众多爱护大自然，重视气候变迁议题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